元旦。嗯，干嘛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什么日子呀？我当然知道啦。您说。我就猜你不知道，忘了吧？我当然记得了。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100天。我这事我当然记得了，当然记得个屁！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我看看，坐对面去。好吧。我找给你看啊、哦，在我口袋里面，特意准备的。你给我的吗？是啊。太少了。这话，咱们俩之间的关系能用金钱衡量吗？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，这100块钱啊，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。100块钱是吧？上面的东西，展示一下，100块钱对折。再对折，再对折，然后放在手上轻的搓一下，你会发现这100块钱它慢慢变色了。哎，刚刚不够红了，刚刚是粉红，现在变成血红色了，变成了一个心。崭新，这个心就给你了。要不把100块钱再变回来给我？我不想要了。哦，澄清了，澄清了，澄清了。100元什么就100元？那是我的钱。给我。那我的钱。我的。拜拜。哎，你耍无赖啊！